打拼为着谁人的梦，若有心不怕失望。也通我阵阵冷风吹透阮心房，寒风中迷思夜梦，也是你的人。心袂变卦，你是我今生上美的梦。也通我阵阵冷风吹透阮心房，寒风中迷思夜梦，也是你的人。心袂变卦，你是我今生上美的梦。不管我过去做了对不对，我无需要辩解，但是你嘛爱知影，这个做老大人的思念，给你家里的苦心，我请你当怀疑。你都可怜我这老大人，我希望讲，你当跟我的囝加斗阵，加加讲几句话。阿姐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再激动，你会保重你家己的身体啊！别笑，我只要求你留下来，莫走。原来我，我跟你跪，卡枪，你别当安尼啦，明枪！卡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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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中枪！没了，卡枪，卡枪。太快好死啊！卡车，卡车所做的，你是不是当了解我？卡车，你别在哭，拄则是我不对，我无应该发烧就走。卡车，勇哥，当年你嘛是因为跟我结起我走就走。可是这天走都走三几年，卡姐，其实林秋心肝内哦，嘛是做思念你的，嘛做想要回来见你的。啊，不过你甲万斌，伊就是吞袂落啦。别笑。卡车，我跟你分享心事，你都别跟我计较好面子。卡车，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咱母阿囝真无简单，才能重逢，才能团圆。我当然不敢去跟你受气，但不过，我就是无得原谅冰春。玉秋，我有亲耳听到美华，我跟冰春去找你，敢讲？不是冰春亲身跟你讲的事，家姐，冰春哦，确实亲身去找冰秋啦。啊，不过因两兄弟见面了，结果嘛是搁冤家。我在天命之中哦，安怎苦劝拢无路用，最后也是志忠甲阮讲你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家姐，我跟你保证，冰秋听到你昏迷不醒了，马上就赶来看你，这是实在话哦。冰秋，多谢你。卡姐，请你慢点，我关心你，本来都是应该的。哦，有影。啊，即摆冰春伊人咧，伫咧外口，麻烦你去叫伊入来。卡姐，你叫伊入来要创啥？
当然，我害你两兄弟在家长面前压制好好啊。这是不可能啊！冰秋，大姐，请你别勉强我，别为难我，好不啦？家长，我看这件代志哦，以后就不巧啦，啊！以后，以后我是在我大家什么时阵啦？你要见我，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你当妈无代志，是不是应该甲因通知，叫因入来看你，伊嘛较安心嘛？要不用的。为什么？我这边骗大家，最主要是我要变冰村，叫你回来见我。另外，我搁我的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人讲患难见真情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考验我今日是谁对我的好心。家姐，安尼你试探出来未？冰村、甲美华，还有志亮、志涵，当然啦，恁两个要再来，恁的好心是绝对无话讲的。今嘛。我还要试探，还有两个人，多两个。其实大伯来看阿妈，对阿妈来讲根本都无实际意义，因为阿妈即马人骨伫个昏迷，根本都唔知大伯甲阿母徛伫个边头前。若是阿妈这个时阵精神就好啊，安尼伊目睭一闭起，就会当看到伊等十几年的大伯，伊可能会欢喜甲马上跳起来。您放心啦，我相信阿嬷会真紧就用清醒，嘛真紧会跟爸爸骨肉团圆。啊，我爱你请冰秋去看卡匠，唔是爱你去甲伊歹面相看。啊，是安怎你的性地就袂当较收敛一点啊？一定着爱甲伊去冤家。你叫是我真愿意甲伊冤家是无？当当时志忠甲天平嘛有在场，你会用问因两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唔对？其实这嘛真好讲，送着送唔着啦。啊，因为大伯对爸爸已经怨恨十几年啊。今仔虽然兄弟久别重逢，不过大伯嘛唔肯将伊冤枉放一边。啊，一记着爸爸对伊的指责，爸爸最后才忍袂住，两个兄弟唔再起冲突。啊，不过我认为这无一定是歹代志，因为两位把情书发出来。至少互相会用知影对方伫咧想啥物，扣分啥物，抓来因的恩怨都比较好瞧啊。而且阮爸爸伊愿意转来看阿妈，这就代表讲伊的心也是向着阮家。这点是真明显。大兄，主席、夫人，卡强今晚安怎？也是同款。昏迷不醒啦！冰春、美华、志忠、志涵，既然我已经亲身来看卡匠，这就表示我要以黄家长子的身份来面对这件代志。既然我即摆要安尼叫您，这嘛表示我即摆开始，您能开始叫我一声大兄、大伯。大兄，我即马开始，你能开始叫我一声大兄、大伯。大兄，美华，你拢先等去休困，叫我甲燕青、甲天明都到。安尼我袂放心啦。啊！万一卡强临时有甚物代志，我要第一时间知影。啊，冰村因会当先回去休困，也毋过我要留伫个遮。我嘛要留落来陪妈妈甲阿妈。美华，你免烦恼啦。你伫个遮哦，已经够规暝啊，忝啊，嘛袂堪命啦。迄人的身体哦，是肉侪，也毋是铁派。敢讲你要看卡强精神了，才来烦恼恁大家身体拢拍歹去是嘛？妈，阿母讲了对啦。
若是阿嬷的病情有起啥物变化，大伯甲阿姆一定第一第时间就通知咱。不用的，阮一家人做伙离开，我袂放心。我是因家中主的身份，向大家提出要求，这嘛是我经过再三考虑所做的决定，谁拢不准有意见。好啦好啦，欸，大兄大嫂，那安尼卡匠家一切都拜托您啦。卡匠若是生气，你爱随通知阮过来看伊。爸妈子涵，无咱先来。铁皮，保持联络。爸，阿姐已经走啊，你嘛对爸爸出来啊，即马应该轮到我入去看阿妈吼。免啦。卡匠还袂清醒，但伊清醒了才去看，也袂慢。田明啊，你去找老友英、江志良来，讲我有代志要找伊。爸，啥物代志遐尼要紧，一定要这个时阵去找伊。我应该理由哦，你真紧就会知影，先将代志办好较要紧。阿爹，夫人，陪田明小姐坐飞机，注意安全。是。走，代志嘛交代好啊，咱就要陪卡匠开工。嗯。啊，嘉义，交我交啊，嘉义，你讲的就是这个无唔对啦哈。歹势，请问恁是？阮甲你也无熟识，谁在要甲你讲啊？拜托，脚步小煞者，阮要礼拜看病人，迄真重要，时间是袂用耽误的。哎，歹势，你若无讲出恁的身份，我是无可能让恁入去。我是黄桂阿万律师的家属，我不准任何人入去甲叫着。你好，我叫彭嘉怡，伊叫蔡秀芬啊。哎呀，非得哦，严格讲起来，阮马上是黄家的家属。恁无熟悉阮，就亲像阮无熟悉恁同款啊，哪有要紧啦？黄家这么大亲戚这么多，啊，这么熟悉就好啊嘛。黄家的家属，敢袂当请你讲清楚是倒位的家属，关系有偌亲吗？这。那这位小姐吼，伊巴肚内面已经有黄家未来的大孙，嘛就是阿妈的囡仔孙。借问一下，安尼的关系吼是有够无？有亲无？黄家的大孙？是呀，金孙哦。你唔知哦，迄阿妈哇尼啊疼，哇尼啊小气的爱未出世的囡仔。伊若是知影吼，阮带伊金孙来甲看，一定欢喜到吼，四位病床顶跳起来啊！我想吼，你嘛唔免问这么济啦，先放我入去较要紧啦。两位歹势哦，我唔捌恁，恁嘛唔捌我，所以恁的怀疑我完全会当体谅啦。啊，不过阮是真正要来看阿妈，并无别的意思，希望恁会卖阻挡，互阮赶紧入去好无？好啦，我已经答应互恁入去，只不过恁嘛爱答应，千万唔通惊扰老大人休困。内底有黄家的大孙，安尼就表示讲这个囡仔不是智良的，就是智中的呀。我看智中哦，无亲像还未结婚就生囝迄款人。我认为这个囡仔应该是智良的才对。不管是谁的啦，我上届无教伊明春，一点就是伊的感情遐尼复杂，结果伊嫁出来后生，拢对伊有歹啦。带你的囡仔孙来看你，你目睭睁开，看阮好不？阿妈，你讲我巴肚内底的囡仔是一个好妻，既然伊是好妻，那呢，伊一定嘛会带予你好运，予你平安健康的。哎呦，你看阿妈，耳朵也这么大哦，就表示讲伊一定真有好气。而且伊个还阁这样硬哦，绝对是食饱哩，你免烦恼啦吼。不过阿妈是一个有慧的人，佫安怎勇敢，嘛袂堪要这样大个打击啊。我
看阿妈这么安尼，我实在是愈看愈唔敢，愈看愈心疼。哎呦，佳怡啊，我相信病院吼绝对是用上好的物件来给阿妈做治疗，你就当作阿妈是来保养身体，啊来做健康检查，唔就好啊？做健康检查的人是会讲话，是会亲近的。啊，不过阿妈即摆是昏迷不醒。大姨啊，你别哭啦。阿妈，你尽全力，靠近我甲巴肚内底的囡仔生来。今晚你嘛赶快来答应我，我甲囡仔生落来时阵，你一定要健康、勇敢，徛伫我的边啊！你一定要头一个甲囡仔抱起来看，你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阿妈。即嘛是有心的人啊，呢，免卡袂着都安尼好，卡袂着再烦恼袂用的啦。阿妈，你真正无代志？家己，等你看我呢，我安尼艰苦，你假昏迷不醒，拢是假呢。阿妈，你无讲生前吼，我你惊一个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，我分袂清楚啊呢。等你看我呢。敢有想讲要去鬼门关报道的人？阿妈，你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啊啦。你还讲唔甲我讲，害我这么烦恼。阿姨啊，你安尼吼，对我这么关心，我是不敢来啦。我一往记心来，我因为唔甘愿你为我安尼。所以我才不忍心，不爱去温暖你呀。阿妈，阿哥有我哦，你是唔通放袂记啦。人我嘛甲你关心，嘛有在甲你烦恼呢。阿妈，啊，既然你无代志，是安怎？你要倒在遮继续分袂，让大家替你烦恼啊？哦，阿哥吼，会安尼做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那我解释予恁听。一人咧行水温的时阵哦，真正咧尽力我嘛咧洗白啦啦。我本来哦，也咧想讲哦，我家己后生是诸葛孔明在世呢，啊结果咧，竟然干那是一个老阿斗啦，真正是气死的。哎呦，免怎啊，我咧拄起床哦，这两支脚咧行袂煞，啊这支嘴哦，啊咧念袂停，我敢袂亲像人讲的躁郁症啦。哎呦，安尼都袂用的安尼。真正哦，是好事百年无一件啦！啊，歹事哦，大家来咧拢问的啦。哦，哎呦，今仔日是啥物好日子啊？我竟然拍到安尼透早就去看到你。哎呦，你敢知我拄仔看你出现的时阵哦，我真正安尼吓一下呢，是讲咱一外头吼，都看到一个白珠跟咱仙女同款的美女嘞，我真正就够欢喜。傅总裁，恁瞧恁头头家妈即马住伫个病院内面，主席甲夫人已经赶过去看伊。虽然讲我唔是阿妈的亲查某孙，也毋过拄到即款的代志，我心肝内也是同款的艰苦，面色也是同款歹看，应该无可能亲像神女同款。原来刘小姐，你是为龙卡将咧烦恼哦？哎呦，伊过年天上好大命大，绝对平安无代志的啦！来，你先好小姐姐咧，我泡一杯咖啡给你啉咧，我这个咖啡哦，绝对比空气中央哦好啉几啊百倍咧。歹势啦，我无要坐啊。我是来团会，我若是讲了，我马上就走。团会，啊是啥物大代志，需要主席的协助，请清楚嘛。阿妈即马都在病院昏迷不醒，主席是应该长主，当然有责任甲义务，甲做所有代志拢总担落来。这是当然的咯，
啊，这主事吼，伊若肯亲亲出马来处理这个代志，绝对是比迄两兵村强太侪的啦。我吼也想去赞成哦。副总裁，虽然阮主席认为副总裁甲黄志龙总经理一直伫咧做假话来洗碗瓜，人伫个心无伫个，专门伫学家己厝内面像我卡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唔敢安怎讲，恁两位也算是阮家的一份子。对啦，啊我哦，我是黄冰春哦，用几啊十台变路，还佫开你拉客吼，安尼风风光光甲我带入门安尼。我哦是有结婚证书一种合法的簿哦，我甲阮志龙哦，当然就是嫁到黄家的人啊。既然是安尼，阿妈即马倒来病，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伊。有啦，哎，不过我吼就是今日较无闲啦，临工啦，临工啊，若无可能，无你看我明仔载就去啊啦。主席以黄家长子的身份，哎，你马上过去看伊，因为伊认为每一个黄家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责任跟义务。当然啦，啊，既然主席吩咐吼，我甲阮志亮吼，都算是皮车皮甲百里吼，妈吼马上赶到病院去报道。副总裁，应该讲我已经讲了，应该做的代志我嘛做了，无甲你叫了，再见。哎，等。时间也早嘛，你敢真正袂安尼坐一个，啉一杯咖啡呢？唔免啦，因为啉咖啡爱看心情、看对象。你若是有啥物话要讲，请你紧讲。无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那主席吼，伊讲起来嘛算是我的大伯啊啦。啊，伊对黄家的态度吼，其实我一直拢真关心啦。啊，我拄仔听你讲，伊以黄家长子的身份行出来咧讲话，这是毋是就代表讲，伊愿意要转来黄家？要一家伙仔团圆啊！主席认为家己是黄家的长子，这个态度一点仔都无改变。我敢讲，伊即马拢无咧我黄家长啊。主席可能认为阿妈处理代志的方式无啥公平，啊，毋过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阿妈是主席的妈妈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那呢，伊甲冰村呢，伊两个兄弟也是毋是好好啊？啊，佮伊的文员拢放最老啊？无。主席还有总裁双方面，还有真大的心结。但是要因化解误会，互相谅解，恐惊无遐尼简单。哈哈，安尼就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哈哈哈，我咧滚生笑的啦。哎呦，我是黄冰村哦，嫁过来某呢，我哦当然嘛希望伊兄弟会当好好。副总裁，虽然讲我跟阿妈无血缘的关系，过去嘛无见面的缘分。也毋过阿妈即摆住伫个病院，目前个状况还阁毋知影。我真烦恼，我嘛真着急。啊，毋过你声声句句讲你是黄家正港个新妇，你是毋是爱对阿妈即个正港个大家加付出一点仔关心？有啊，你看啦，我就是安尼，伤过紧张，伤过烦恼，啊，我呢乌白乱讲，啊，讲个滴滴嘟嘟。那真正有关心就好了。再见。再见啊，顺行呢。是，我咧挂机要去死啦！你不知影天外关电话搞死早开啊！我多一天一定找一个机会哦，甲你修理甲金闪闪。你知影讲我老有影哦，唔知影千载王打咧卡底。你的感情线甲智慧线，拢伫咧所长的顶面，这个表示你这个人不但真理性，而且感情嘛真好。总诶，请你替我看看最近爱情运好无？你的感情线长，也毋过无介乱，而且阁真明显，这表示你的感情一定会真平顺，而且你所介意的人嘛一定会真介意。总诶，你足厉害呢！听你看手相，毋知影人大概认为你是靠这道咧食饭。李爸，你感觉今日咖啡有加较好啉无？有啊。今日饮的咖啡比平常时饮的搁较好饮，搁较顺口。那加爱饮，你用得继续续杯啦。飞弟，你放心嘛，今仔日志中搁有助理副总裁，甚至是总裁，应该拢袂入来公司上班啊。啊，就是讲今仔日是你用得摸飞，搁较休困的好日子。真是啊，我就欢喜，我就希望公司加存你一个电视，在你的手下做代志，真正是一点压力嘛无。我嘛真介爱饮咖啡的。就亲像即马安尼，会用甲你做伙，我心内所有压力，就全部拢无去啊。总诶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嘛算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。我一定毋敢对你提起，
因为我怕你会拒绝我。请讲。总的，你常常送我礼物，这次你的生日，我想要请你，我想要请你吃暗顿，替你庆祝生日。吃暗顿，这总的，我知影你真无闲，嘛知影你一定另外嘛有饭叫，我早就应该爱知影。你过生日，一定是想要甲上特别的人做伙过。伊爸，其实这上届特别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但不过你若是唔敢开钱请我，无换我请你嘛是会用的。我已经决定啊，今年我的生日，我要甲你斗阵过。总的，我就欢喜。你就欢喜的。希望啊，你嘛讲我听看卖，你是为了什么代志咧欢喜？麻烦我替你欢喜一下啊！顾总裁，我请你来是来做我的新房，不是叫你来做我的新妇的呢。我叫你讲这种讲条的，不是叫你莫非走来讲这个林家斌咧讲情话啊！顾总裁，我妈，我是看希望伊工作表现得真好，所以我请林一杯啊咖啡来鼓励一下。你妈安尼大惊小怪，你看。你家己囝仔拢想要哭出来，我家己囝仔想要哭，你会唔敢？我看即卖一山内底无好，狗拢要起来做王啊啦！大家拢想要做法人。副总裁，我随当去上班。真啊！我找你是找到急到要死，贵公司又要变怪啦！你有心情假，而且你啉茶泡妹妹啊？妈。你强要变紧张大师啊？哎，什么代志这么啊赶紧？把你调去吧，那一定要马上找到我才会用的。你哦，我也是要用这边的机会哦，做所有代志做一遍解决。所以我们才大爱家破边，家分袂不清。安尼我讲的，还佫有甚物袂了解？阿妈。我现在完全相信你的爸哦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一个头壳遐尼清楚的人，要讲伊破病昏迷不醒，我看是完全无人会相信的。哎呦，阿妈，不是我要甲你抱，也唔过你五家的查某人哦，一个比一个搁较厉害，一个比一个搁较精明。本来我是想讲哦，这五太太对家己的手段已经是真高明啊，想不到阿妈对其他人的补偿哦。高明，我真正是佩服佩服。看起来一个查某人，若是想要嫁入去豪门，在豪门内底生活，根本无可能参照食饭这尼啊简单，颠倒亲像顶天同款的困难。哎呦，那有啥物困难呐？家己啊，秀芬，即摆你拢了解讲，我心内打算啦吼。按即摆开始，你踏出去门的头一步，你就完全甲当作飞机。完全无这代志。阿妈，周碧碧吼，我上敖啦，你放心。就算有人抓到安尼阿爹顽棍啊，我嘛赶快甲讲，阿妈昏迷不醒，而且是愈来愈无精神。阿妈，我替你保守碧碧啦，希望你个代志你无得。时间嘛无早，我来去上班啦。哦，恁吼做恁去上班，啊，我继续我个计划。会记哦，秘密。嘘，阿妈，你今嘛都好，继续昏迷哈。既然哦，你是病人，就要有病人的款呐。哦。妈，你讲志玲的女朋友在内面看阿妈？无唔对啦。而且伊的查某囡仔已经有身啊。啊！因就安尼讲啊。既然吴志良已经有交往的对象，而且搁伫要做爸爸，竟然搁敢来追求我，实在有够袂见笑。面皮厚到亲戚拢叹袂过。迄个吴志良啊，一个看就无啥物正派。也毋过，伊既然是袁世雄甲刘耀英的种，伊即摆安尼做都无意义啊。
后盖我若是看到，一定好好甲伊修理一下，还知影啥物叫做踢着铁棒。好啊啦，迄种人吼，卖插你，插你加浪费时间嘞。多谢您，加料啊，我先来走。您无去加料就阮卡账哦。哎呦，我是带伊金身来看伊，阿妈欢迎都袂好，哪有可能讲阮加料着伊啦？多谢您的关心。哎，这位小姐啊，你安尼目睭咧紧紧咬青，真无礼貌哦。歹势啦，我唔是咧看你，我是咧看你的巴肚，因为我听讲你已经有身啊。你安尼佫较无礼貌，有心的人哦，是伊，唔是我啦。要看看遮，唔通乌白看啦。秀文姐啊，我上班要卖货，咱先来走啦。哦。那讲另外迄个哦，成绩良的女朋友都有成啦。迄个查某囡仔看起遐尼清秀，佮遐尼有气质，我真正唔敢相信伊会甲黄志良行斗阵。天命啊！表面功夫人人会做，人袂用敢那看外表，心内想法，才是真正需要去了解，需要提防。好啦，爸，我知影，即摆人已经走啊，代志嘛已经办好，我用入去啊。卡姐，你会当起来行行咧，唔免加半杯啊啦。阿妈，你嫁破病这步绝招，我伫咧外口已经听妈妈拢讲啊。燕青啊，啊伊是伊叫陆天敏，是我甲平秋收养的客查某囝，即卖伫咧阮身躯边哦，做特别助理。哦。阿妈你好，你叫我天敏就用的啊。天敏哦，燕青啊，啊既然天敏就甲恁同齐转来，是安怎？你甲平秋？那无带志明甲志玲都回来。因伫咧香港处理淡薄私人的代志，也阁工作嘛真无闲，所以无法度缀阮回来啦。唉，因讲一家伙会当团圆，啊无看到因两个实足可惜的，是讲啊因两个伫香港。过了好无？啊，事业有成就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因过了真好啦，家长，你免烦恼，嗯。我知影讲哦，因两个过了好，阿你我就放心嘛啦。阿妈，若不是这两天恁家爆发这么大的代志，我阁想要恭喜你，恭喜要做阿祖啊！唔，那是孙，连囡仔孙都有啊。你哪会知影？我头拄仔伫咧外口拄到迄个菜店啊，做你未来孙媳妇的小姐啊，伊看起来生啊真水，嘛真善良哦。你是讲伊哦，伊叫做彭佳怡啦，我嘛真喜欢，嘛真希望讲伊当做我的孙媳妇。不过有真侪代志吼，唉，变数嘛真侪，也阁唔知咧啦。卡姐，变有心啦哦，结婚是早办的代志啦。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比较开放，新生子要才结婚，也常常有的事情，你不用烦恼啦。他若无感情的基础，现在说结婚太早啦。无感情的基础，哪有两个人的囡仔？哎，就一场误会啦。假使说这个误会若无发生，很可能他就可以正式交往，可以顺利结合。要唔过误会就发生啊！即摆讲较济无路用啊！误会，伊阁真侪误会呢。刚讲伊想要追求我，这嘛是误会啊！伊要追求你，天命啊！你若滚笑呢？伊唔肯，这是家己的原因，是伊心目中还阁为另外路边的存在。你讲要追求你，伊是真定假？当然嘛是真的，阿妈，我无可能乌白讲啊！阿姆哥阿妈，你的观念哦真开放哦，竟然会用同意伊的感情这尼啊复杂。这什么感情复杂？哎呦，这这，等下几点啊？等下吼，你啊问几点较清楚啦。
问志忠。嗯。啊，这件代志来问志忠啊，敢是爱直接问志良？啊，这是志忠的代志，问志良做啥？阿强，你是讲彭佳怡巴肚内底的囡仔是志忠的，不是志良的？是啊。志忠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？啊，代志都发生啊，误会嘛变成事实啦。阿强，我愈听愈糊涂呢，到底是什么误会啊？我嘛无搞清楚，我敢知影讲志忠落去下岗，啊，一时饮酒醉做出来糊涂的代志，啊，等佮伊清醒了后，啊，这糊涂都成事实啦哩。酒醉三分醒，我想这应该不是误会啊。既然志忠佮彭佳怡，因两个人拢有意思，谁哪袂归去就斗阵。我嘛真希望是安尼啦，也毋过因拢讲这是误会。佳怡佮肯将咱五家囡仔生落来，唔肯佮咱志忠来往，也志忠嘛真歹接受佳怡。安尼要怎讲，佮有进一步发展呢？等下，小美，你哪来啊？是不是阿妈的病情有啥变化？不是啦，阿妈的病情真稳定，我爸爸跟我妈妈搁伫个病院陪伊。阿妈搁伫个昏迷。嗯。阿姐甲阿姊搁伫困哦。应该是啦，因昨午着阿妈代志，拢真烦恼，无啥困，尤其是我妈妈。恁找因有代志先。其实我是有代志要找你啊。有代志要找我？头拄仔在病院的时阵，我看到一个查某囡仔来看阿妈，伊讲伊的腹肚内面已经有阿妈的囡仔孙啊。本来我跟妈妈聊阵讲，伊有诶一定是黄志良的囡仔，因为阮爸爸跟妈妈认为讲，阿未结婚就有生，这款代志只有黄志良才做会出来。结果误会归破破，才发现讲原来伊的囡仔是你的。你大家拢记着家己啊？我无问伊叫啥物名，志良，伊巴肚内的囡仔敢真正是你的？无唔对。阿嬷讲，迄是因为你伫下港啉烧酒醉一时糊涂所造成的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当然嘛，唔是。迄是因为阮大家无想要甲这真相讲阿嬷知，所以随便编一个借口骗阿嬷。你讲阿妈讲给你知，其实阿妈已经清醒，无代志啊。嘉信，那呢？咱即摆马上来病院看阿妈。你免着急，我问你的问题，你也袂回答。佮有甚物问题？你头拄仔意思是讲，你佮迄个查某是伫个欢喜甘愿的情形下发生关系啊？欢喜甘愿？唉，代志发生时阵。看你对方是啥物人，我根本都唔知。你愈讲我愈糊涂啊！你敢免甲代志讲较清楚诶？当然用啊！你记无？我捌甲你讲过，我甲黄志良有真大诶恩怨，我只是人未够尊重伊，叫伊一声大兄。我当然会记诶，你甲我讲过一次啊。敢讲这件代志甲有关系啊？无毋对，因为自头到尾拢是黄志良亲手设计。你是讲？黄志良设计你甲迄个查某，阿水仙，这件代志我无想要素人听到。歹势，无咱来外口讲。你若会尴尬个叫，无来我房间，我甲这件代志自头到尾完完本本讲予你知影。家长，等你出院了后，我陪你四处行行嘞。变笑啊！啊！你毋是真济代志，啊，真无闲。佫较无闲，嘛应该找时间陪你啊。家姐，我想讲过去你拢踮咧厝里，真罕咧有机会出去外口行行咧，一定真无聊。啊，即嘛真无简单，咱母仔囝才会当团圆。你着我真点仔好心，陪你四处行行咧，嘛能弥补这十几年来我无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。造成的遗憾。是啦，卡强，
其实冰秋哦，一直拢做思念你的，嘛一直想要见你。生理上的代志哦，当然嘛是要紧啊。啊，不过奈比会过，母仔囝亲情重要。这淡薄时间哦，我甲冰秋还阁有，加上你就免烦恼啦。唔免的，你若有这种好心哦，我就足感动的呀。我嘛知影讲你这边安尼香港倒转来台湾是要讲生理呀。嘛无希望讲因为我的代志耽误你的正事，也毋过冰秋啊，你假使讲若要真正尽一点仔好心，我希望讲你会当甲冰春，我去化解这这点哦，都是我上该欢喜、上该愿望的代志啦。啊，就是啊。友好哦，唔是嘴讲讲咧，就准拄煞。即马卡将上大个心愿，就是希望恁会当化解恩怨，兄弟和好。假使连这点你都咧丢毒，讲你有偌友好哦，迄拢是骗人个啦。连秋啊，敢讲你个心肝还佫遮尔啊客气心？佮我即马，你佮平春还佫无法度和解，唔肯和好心。好啦，卡姐，我就答应你，我尽量听你的话，甲平顺好好，安尼唔得好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我希望你当袂记。而且哦，我食到这侪岁啊啦，我希望讲你兄弟啊吼，赶紧好好，唔通我等伤久呢。我知影。周信，夫人，老友英女士黄志荣先生来啊。请进来，请。请。周信，夫人。上家卖给我注册，我即马身份是黄家长子，黄家大大小小所有代志由我负责主持大局。你即马希望我叫你一声大伯姓，也毋过我甲黄家连一点仔血缘关系都无，这点我相信你应该已经知影。我当然知影，也毋过黄志良，你毋通袂记哩。你即马个姓，恁妈妈也未甲平顺离婚，恁两个。到即马，也阁确确实实，也阁是黄家的人，这点恁应该我都无承认才对。也是讲，恁早就无将家己当作是黄家的人啊，所以恁才会无叫卡将，该讲的大细声，还竟然因为你的身世气甲混混到，到即马还阁分袂不清。今仔日唔是阮家己，要将阮家己当作是黄家的人。是恁黄家的人拜天魂，无把阮当作是家己人。就算讲是安尼，恁对一个年岁这么大的老大人，连基本的尊重跟礼貌都拢无，搁将伊气到昏气倒来，甚至有性命危险，恁安尼做，敢袂感觉伤超过啊？搁再讲啦，恁连黄家带这么侪年啊，就算讲黄家饲的是只狗，伊嘛对主人产生感情，敢讲你连亲生拢不如？看见春天渐渐来到位，我为感情心百悔。咱的爱情到底真也假？不敢问三明海誓。一个人踮路边呼风吹，我的心肝已落雪。到如今我只有头咧咧，面对过去的问题，为落咧甲天花，你毋捌替我想过，一段情永远藏心底，感谢你予我这款体会。用感情爱超过，为了你。
款体会，不敢到将。